这是野牡丹，马来文叫生嘟嘟，英文是 Melastoma candidum。别名三十柳、大金香柳、朱古冷，性味甘酸，色平。野牡丹它可以清热利湿、消肿止痛、散瘀止血，用于消化不良、痢疾、肝炎、泄血、便血、脱疽、风湿痛、头痛、乳腺炎、产后风、疮疡肿痛。刚长出来的幼苗野牡丹叶拿来生吃，可以马上治疗泻肚子。野牡丹叶加姜水加糖拿来煮来喝，它可以有效的治疗白带过多。拿野牡丹已熟的种子拿来压成水，涂上有伤口正在流血的地方，它可以很快的止血，以及伤口的地方可以很快的复原。有很多马来人拿野牡丹根拿来洗干净煮水喝，对于刚产房出来的妇女拿来每天喝，他们相信野牡丹根可以有效的加快伤口的复原，以及加快子宫的收缩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的亲戚朋友很有用的话，请你分享给他们。视频下面有一些资料可以参考，有问题的话请留言给我，我将在3天内回答你。谢谢你的观赏，别忘了订阅我。